就是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走吧，黄老师，我带你。哎，走，带你回蘑菇屋去。还是你开着车？我来开。难得好天气哈。嗯。今天我估计咱们那个树林应该会很漂亮。嗯。一会儿到那儿之后，我给您泡上一杯茶，怎么样？哎，服务员不在。咱俩会儿去了就当原本就没有过他们。别，师傅，这有点狠吧？有一种心结吗？感觉，并不提这件事情，只字不提。对。或者有一种更狠的，见到狗了，他突然觉得，哎，好像少点啥。见到狗也不想他了，也想不起来了。花都开了，这是桃花吗？对，桃花，这也是桃花吧？桃花。对，想到了种桃花的吧？对对对，种桃树的日子。三号地。对。哎，看油菜花。哦。好美。油菜花，咱俩去买菜。对，我们两个都有菜花，你有菜花，我也有菜花，我们两个都有菜花，你有你的油菜花，我有我的油菜花，油菜花。有才华，我们两个都有才华。恍如隔世。前面就到家了。哦，挺美的吧？这是原始森林，这不是牌蘑菇屋。这个牌子做的真的够手写的，够普通。对，啊，也不错，它是油画呢。是的，丙烯画。就这样往里走吧。对。哎呀，真好，这都是杉树是不是？杉木，对。太喜欢这个这种挺拔的高高的这种感觉了哈。对，我就是被这条路吸引了，是不是？都可以想象我们嘉宾们拖着箱子走这条路。这太适合散步了哈。对，以后早上起来就先在这儿溜达溜达。嗯。你看这，哎，你看这大树，哦，真的耶，它怎么倒了呢？这肯定大风给刮倒的。哦，太厉害了。哎呀，这里应该也有不少鱼，我觉得。这一汪清水，每次都走过一条完全陌生的路，然后将来再从这条熟悉的路离开。嗯。哎呀，到家啦！哦呦，哦，菜园子，嘿。哇，为什么好熟悉的感觉？今天这个地方大耶，山茶树。哎呦，这花漂亮哎。哎呦，这儿，哎，这儿，哎，来这儿，哎，
爱你啊！哎呀，快走，哎，走走，哎呀，行，哎呀，嗯，那你尝尝，你尝尝，这太好吃了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小欧还是那么的缺心眼是吧？哎，黄老师，彩灯，彩灯老师，哎，灯哥，我说灯啊，他又长胖了，我觉得。不点儿，小不点儿，不点儿，你又长大了。哎，你怎么还在哪蹭了一身蓝啊？不是，他那个做了一个彩染，调染。哎呀，大小伙子了哈，是不是？你已经够斤两了啊！哎呦，哈哈哈 ，H。带我们进屋看看吧 ，H。怎么还破了呢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房顶可能被什么东西砸了，可能是刮风。你看刚才树子肯定什么东西砸了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看，方老师，这也得补。你看，嚯，他追求烂子，又没有灶了。这属于客厅还是卧室呢？客卧。哎，真的是漏的呀。哦，这是漏底儿了。那这还得赶紧弄，这下雨可不得了。嗯。就没了。啊？就两间吗？没了。客人来怎么用呢？不点儿，你给出出主意吧。那咱还得规划块怎么弄？对呀，院子很大哎，但是就是屋就这两间，哎，没有，再到周边再看看去，还有别的吗？上面就是路了，黄老师。对，这你跑路倒是方便。嗨，西西，你这次干嘛从我面前划过？啥意思啊？上班去了。过来，你上啥班去？自己闷头往前跑啥呀？我先去上班了。你上啥班？你过来。挨着我，你挽着我，挽着我，对对，你挽着我，上啥班？你在我们俩中间，你挽着我们俩，啊，哎，你挽着我们俩，对。现在没有别的服务员，这你也就跑不了了。你不觉得是我们俩绑着你吗？哎，黄老师，这是什么呀？弄的什么服务站？哎呦！只有我们陪你到最后，啥呀？这是我们的补给站吗？对，是我们补给站。哦、我们今天专门就是为小薇老师准备的。霓虹灯，这是怎么洗剪吹吗？在这里？洗剪吹的那种。对。好了，我上班了。哦。嗨。欢迎光临，谢谢。欢迎来到只有我们陪你到最后的补给站。忘词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一下，哦、这就是我们今年啊补给陪大家能走到最后的朋友们啊、哦。哎呀，黄老师，你看这个照片墙啊，这个特伦苏这个照片墙是我们和特伦苏一路走来的回忆啊，真是很有心呐、啊。这是我们从2019年、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一直跟我们一起，已经跟我们一起并肩向往了4年了，现在第5年继续一起过向往的生活。你看妹妹那会儿，黄老师。记得吗？那会儿有个绰号叫奶娃娃，一天能喝好多奶。走吧。哎哎哎，不能拿，不能拿，这也不能拿呀。不能拿。现在这还有什么可能？都没人了，还不能拿东西？能拿。哦，能拿了。能拿能拿。都早就改规则了。这个也好，拿着呗。这个我也拿着，黄老师。好，